今天十到2,100名一人，符合规定人数，现在开会。一，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35条，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增选副主席的工作，在常务委员三，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。 增选副主席的建议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增选副主席候选人名单，一名，梁振英。现在欢迎新当选的梁振英副主席到主席台就座。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通过提案积极建言献策。